猫在家里就想吃点好做又好吃的。今天给大家推荐我新种草的康师傅手擀面，简单美味，即使是厨房小白也能用它煮出好吃的面条。首先往锅里倒入600毫升清水，把面米放进锅里，盖上锅盖煮三分钟。三分钟到了，我们掀起锅盖，把面条轻轻调散，加入熬制的高汤包和调理包，把青菜和鸡蛋放进去，盖上盖子，再煮三分钟。大家可以看到，这个面条煮了这么久，还是特别的筋道。筋道爽口的面条，搭配暖暖鲜浓的高汤。如果你也心动了，那就赶快把这碗康师傅手擀面做给你爱的人吃吧。